黑色果酱，酱果种子和紫色酱果种子，我拿到这两个种子。白色、红色，蛮多种子的其实。你有很多种子哦。对呀、啊。用来种田啊，要想办法种，最后就可以种田了。说不定种田这样子食物才更加的多。对啊，更加充分。万一现在食物都觉得很不够，我们这摸完就没了，都要种田才能再生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去打一些恐龙？要啊，不然好饿哦。啊，感觉食物有点不太够了。现在没有下雨还好，刚刚下雨的时候饿得很快，因为会冷，冷的话就会更饿。而且我发现石头好像不太多哎，要打一下石头了。石头海边捡也还蛮多的哦。我在敲石头，敲石头比较容易得到碎石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哇，石头碎裂了。海边还不多，海边都是石头哎。头二十个。用斧头敲会不会比较多啊？敲得到？敲得到吗？斧头可以吗？不行。斧头可以从石块里挖出石头。我碎石石头，我在看斧头和镐子哪一个比较多。斧头石头比较多镐子是拿碎石啊，斧头是拿石头。看来我们要多拿一点石头。你要去打恐龙？你在哪里？我在三角恐龙那里。左边还右边？你们要去哪里打？左边啊，左边那边比较多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也回去三角恐龙集合。我现在阳光好刺眼哦、喔。有时候那个光超刺眼的，好想要戴个太阳眼镜。那个炫光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太亮了哇！海边整个都是炫光。海上会反光。哇，超亮的，亮到什么都看不见啊！超亮，我天啊！我天哪，真的超亮的。哇，好多果实哦！那个、啊、果实我觉得够啦。种子，种子怎么？种子应该不用丢进去吧？黑色莓果可能之后还要再加。我把种子拿出来，应该够啊。果酱，这样应该够吃吧？我准备好了。OK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太冷了这里真的比较冷对啊，这里比较冷啊，所以我来做活吧。前面三角龙要不要直接把它干掉？看等级好不好，有两只又两只那个两只就不行了，两只就不行了。那个不止吧，不止。这边乌龟，这边乌龟，要打乌龟是不是？好。对啊，马来貘留着。马来貘不打吗？那一只看起来嫩嫩的因为还没有看到其他只马来貘啊。二十等，说不定很少见。好，这乌龟就很常见了。来啊，你们，我开战失误，我冲了。好，换我了。我冲，我撞坏了。转头人，他转头了。我快，冲！我搓！这么硬呢？能打？解决了！解决了！耶！拿斧头敲，这样会有很多的那个。皮革，角质它有角质好酷哦！皮革角质，我们然后只拿到一块生肉而已。去角质，我有三块。斧头肉比较少啊。对啊，我们应该要肉要用角质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会很缺皮革啊。要杀这一只吗？哪一只？这一只马来貘吗？马来貘。找到第二只马来貘再杀它嘛。它看起来好和善哦。对啊，看起来肉好多、哦。那这一只嘞？这一只大只的呢？我一看到它我就逃走了。你居然想要挑战它吗？可是它现在呆呆的啊。哇哦！它好像卡在石头里哦。你确定？我觉得我在这边打，说不定它不会理我要不要试看看？巨蜥远远射它。我就在这样，看它会不会冲过来。好好好，我看你打。哎呦！他扭了一下，他没有理我哎呦，好像哎呦，好像可以他流鼻血了，对他不会打人吗？流鼻血了，他卡住了，他被卡住了，未来色，一起色，
他动了，他动了！啊，龟龟他被吸引了。巧克力把他引走。巧克力，不对啊，巧克力这样不对，赶快用石头。绕到石头后面。快逃！啊，他跳过了，他跳过去了。从石头穿过来了。快逃！哎，他走，他走了。他走了。他温和啊，不想跟我们打架。有，他在追我。他想跟你打架，他在追我。哦，好痛哦！践踏，哎，我中毒了，这边有虫。有虫，等一下，这里太可怕了。啊，这里很多虫。被毒害了，往海里，往海堆，往海边是不是？我快要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快逃！你们那边有毒虫。我往海边了，太可怕了，快饿死了。哎，他在追我！龟龟，你快走，龟龟！啊，我跑不动了，救命啊！我丢个石头吸引他注意力，哇，死了！龟龟，龟龟殉职了，被巧克力害死了！还在追我，龟龟终于挂，被巧克力害死了，太伤了啦！所以复活应该是往海边的左边走。哎，没有在床上。他在追谁？他在追我。看一下啊，你回头一下。我回头干嘛？他还在追我啊！不是啊，你绕一下，绕一下吗？绕回来。哎、欸，他没在追了，好像没在追喽。对哦，不对哦，蛮远的地方。他只是被石头卡住了，他还在看我。他被石头卡住了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在看我了。呵呵。快点绕到这石头后面，在哪里？在三角恐龙这里啊，我还在他旁边，顺便用一下他。嘿，我怎么他在追我了？他在附近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真的好可怕。天要黑了，快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你往海边的左边走，应该是正确的。在海边，是往左走。我刚刚复活是往左。我这边超多恐龙，超多乌龟。哇，他跨过石头了！我本来以为他没有要跨过来了，还是躲在家里呢？我们把躲在家里关门，他会拆家吧？他会拆家吗？真的吗？我躲在家里看看。那可是我们的茅草屋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进来了，我进到屋子里了。没事了，你看一踩就踩爆。不会吧！他冲过来了！门坏掉了！门坏掉了！被打爆了！有房子了！有！哇，家还是有用的。对，他不敢来，他走了。哎、欸，家好强哦！家帮我们挡下来了。以后有问题掏家里就对啦。可是应该还是要修吧。茅草筐修一下，太好笑了。躲到家里他就没事了。鬼鬼，赶快去捡尸啊！对啊，他去捡尸。再做一个萤火，放在家里。萤火要16个石头。我这里有石头。那你放宝箱，我丢给你，我丢在地上了。鬼鬼好像死的比较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要再过去，好远。你也可以多一个那个了，多一个指路标本。哇，我刚刚帽子还被打坏，防御都没了。哇，真的，你现在没戴帽子，所以那一只不是我们可以挑战的。刚刚卡点其实卡的不错啊。就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啊！我以为他很乖啊，就是巧克力，我以为他很乖啊，谁知道他坏坏的。哦，大胸肌了不起。我快渴死了，我要去喝水。你跑到水里面捞一点水回来。我也要去耶。又渴又饿，你饿了？我也饿了。喝水。不许去装水。哇，这么暗，我们看不到尸体。所以你在你原本尸体那里了？
附近的、啊，记得在那个枫树林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过去帮你照亮了。你可以先采莓果等我。咕噜，真的好饿哦！真的好饿哦，就快要饿死了。不过我看到你了，你还记得你大概死在哪吗？该、欸，我们刚刚应该是往外逃。而且我刚刚射到只剩下一颗石头、欸，哦，不是，我是把石头丢给巧克力啊！找到，找到，找到，在这里。找到了，找到，太好了！哇，标本，太可惜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东西都拿好了吗？拿好了，拿好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没有肉了。皮肤，等一下啊！一个马鞍，石头，一个尸体。成为六块肉片，哎、欸，好了，有食物了。只要没食物，就是去自杀一下嘛，就饱了，是不是？去拿自己的肉这样。有，这就是生存法则吗？吃彼此的肉就可以存活。因为冷，我发现往那个森林的地方靠就不会冷，尽量不要让自己冷着。不能，好难哦。啊，因为你冷的话很容易就饿了，就会很耗食物。我现在手上拿着火把靠近这个森林这里就不会冷，大量吃它会令你脱水，会很渴啊。你说吃白果酱哦？嗯，对啊，会补血，酷。哦，白果酱是补血的哦。哦，看他的说明、啊哦，会补一点血量。我趴在萤火旁边，这样是有多冷啊？只有在旁边的时候他才说不冷啊，其他地方他都说很冷。我也不想这样趴着，继续摸这些草，其实会慢慢长出来、欸。会啊，会啊，所以这边物资都会一直在有。继续摸，我又升等了。加一点，好吧、啊，不知道加什么，先加，再加生命。哎呦，下雨了！哦，下雨了，变很冷。赶快回到萤火旁边。哎呦，这边还不会冷。哇，在这里屋檐底下躲雨烤火。我在屋檐底下超爽。哇，这也太惬意了。然后就躺在那里，当一个废宅。有，我现在在当废宅了。啊，那坐等 carry 的家伙。废宅吃果实。我想等那个三角恐龙赶快好。那是因为太大只了吗？等好久哎、欸。好像等级越高，它也要耗更久。哇塞！哇，我也感受到冷了，我要来了。鬼鬼已经跟我在这边当废宅很久嘞，今天超舒服的啊！你没有趴进来哦？没有啊，这样有啊？你看这样子才不会淋到雨。不要身体不要出去，这些死废宅，废宅三人组，服务前进，下着大雨，没有火了，好暗，火烧完了。我身上没有木头，我身上有26个，我要放进去，快！哎呦，来，有了，温暖，你们挡住我了，我无法前进，你们两个人插在我旁，卡住卡位啊，想走啊，你是走不了的，我可以退后，今晚你就好好的待在这吧，好像死废柴，太好笑了！我弹弓打你！冷静冷静。弹弓。这会真的打晕人。这是三个废宅。没办法，雨就是这么大啊。真的，我刚刚拿着火把都还是觉得冷。完全不想动啊。好废哦。真的就是个废宅、欸，我们怎么可以那么废呢？我再加一点火进去、欸。雨停了啦！雨停了？有吗？没有啊！我看错了，哪有停呢、啊？我心里期待雨停，我继续当个废宅。
但是天亮啦，比较不会那么冷。没有吧？我刚刚进家里拿东西都不觉得冷，因为家里不冷啊。嗯，家很温暖，防风。我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孔，不冷的啦，外面不冷的，天亮了，天亮了。现在气温17度，不错，凉爽的天气。我把火熄灭，不冷就熄灭。对啊，没有下雨了吼，没了。这个才天要亮了，三分之一而已。哇，那么久。哇，还是我们去打异手龙。异手龙欸，可是我现在只有两颗石头，箱子里面还有，箱子里面还有。我一颗石头都没了，我来捡一下。还有20几颗。我们等一下打异手龙，我们应该是要肉啊，我们要很多的肉。有没有直接拿武器敲他们啊？有没有什么植物动物肉很多的？植物动物肉很多。要找肥肥的动物。啊，打错了，我要石头，我一直用镐子。哎、欸，爆裂了。感觉越大的恐龙应该肉会越多、啊。异手龙下来了耶，要来挑战它吗？我等一下，我先收集一点石头，射到一半就没石头了。你们在哪是加那里？用戳的啊，直接戳它。我在戳死它。哎、欸，我在异手龙这边。我现在有16颗，够射吗 ？Wait for me， 我看到你们了。啊，他飞走了，他飞走了。哎，他低空飞行中，低空飞行，把他打下来，又停了，又停了。继续打，打了要打了吗？我们还在、okay 啊，你们先打，我挖一下石头。哎呀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跑掉了。他打了会就跑掉了。哦，还没打吧？留下来了。来了来了，来了，直接戳他。哎，他飞了，打他就飞了。飞超快的啦，对啊，这样子很难射到，是不是？石头打不到。我刚刚用石头打到他就飞走了。哇，飞好远！哇，他飞好远哦，这要怎么打？算了算了，知道啊。我们还是专注在地面上的东西好了。对啊。我刚从右边这边过来，超多恐龙的。右边吗？就是我，就是海岸线的右边。好，会很远吗？右边。哎、欸，应该不会。